大叔是我吗？对不起啦，大叔。哎，请问观众，我是我弟弟。啊。现在突然要来个 man's talk， 害我觉得不好意思。事实上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还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，梦想还是梦想，我还是一个我，竟然抄起来歌词了。再来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长，他最近有点像太老，我们介绍一下。来，眼前的这位就是我们的团长阿泰。阿泰泰要不要卖酱油？嗯。然后现在在台上的示意的就是我们的 Green Wall， 他们的歌非常可爱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也可以跳这个。